一道夏日小吃无骨鸡爪，鸡爪洗净，点掉指甲，鸡爪凉水下锅，姜片、料酒，水开煮15分钟，捞出放在冰水里边，冰半个小时，用点刀背部划开，中间掰一下，取出骨头，终于取好了。大家取这个骨头的时候一定要耐心。柠檬、蒜末、小米辣、香菜、盐、生抽、醋、白糖、香油、蚝油、剁椒酱、辣椒油、白芝麻，搅拌均匀，放冰箱冷藏一个晚上，冷藏好装盘。酸辣无骨鸡爪，请大家参考。无骨鸡爪，美得很。再来一瓣蒜，聊炸了。好，真好吃。